自律小蛙理解不了小冉对吃的执着，睡了就不能睡啊！我就是要吃完睡。那个吃的很开心，花爽还是让自己收了小一手。我都什么？不要表示。我一直从小就很想吃小睡，睡了就不能睡啊！我就是要吃完睡。不能呢？你这种自律的人是什么？不是。我们看到的谭静熙呢？你最爱的桃子，下次吧。10万更好，我需要这笔钱。你等着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救救他，帮我救救他。其实戏外的谭静，洗发精广告，洗发精广告。来，我刚刚打的，没有，我刚刚听着我干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的小熊在跳舞，你看。耶耶！跳下去了。哎，你别跑了，太忙了，都被你抓光了。All right, now everybody, we're going to have a show.这么走，哎，脚不让地方。你要让他尴尬一下。你好啊。我的小熊在跳舞。洗发精广告。还有叶叔叔吗？我吃饭，我就。达达。就是进门打招呼的，哎，你不是养的男人，你还跑、啊？导演好喜欢穿衣打扮啊！只要你见着制作，永远都是保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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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种保安啊，他永远都喊保安。下一个就该抢了。爷爷的剧情也不错。对这组真有爱吗 ？Oh no！ 那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，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却永远是那么突然。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，不能因毁了，更不愿意放弃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要是告诉我了，也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样。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，口口声声说绝望了，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啊。爱情你没资格骂我，你就不配他妈看爱情。怎么回事，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？你爸在天上看着呢。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？那我就搞不懂了，放着好日子你不过。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，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。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、啊？你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。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，等得到就等，等不到就算了。但是那女生不一样，她对你是没有期限的。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雨生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。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盖过章了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，
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，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却原来是那么突然。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，不能因毁了，就不用一封信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要是告诉我了，也就不用哭得像现在这样。我知道这么多年，你也挺委屈的，口口声声说绝望的，真是得爱得多深沉，才能这么卑微啊！爱情，你没资格骂我。你就不配他妈谈爱情！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？你爸在天上看着呢。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？那我就搞不懂了，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我的好日子早就没了。从我爸死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。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？你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。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，等得到就等，等不到就算了。但是那女生不一样，她对你是没有期限的。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雨生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。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盖过章了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。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雨生。就想知道为什么。你就当我恨你吧。恨就是因为爱，你爱过我吗？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。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？这真是自私的人。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值得呀？但过去的人，过去的事，真的放不下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？让她去走她的路，我成全她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生活可能就是这样，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。我真的很想保护你，想给你个家。